你后槽有病大头症。我记住那刹车闸不用动啊，他没说。对，他说不用动，他说什么东西就给你维护一下，没有必要换。啊，那行，挺好，挺好。提前给你贴好了，就这么回事啊。行，下午。下午我没事，你给我电话，你就晚上我实在不，今下午从5点关门，咱3、4点去就行了，就4点左右。行，你看几点？你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上那接你啊。那也行，啊，行吧。多好啊，太便宜了。福特车那保险2400是吧？什么？就福特那个车头呗。福特车和这个 trailer 都有保险，啊，都有保险，哦。对，一共是2400啊。啊，一共2400。行。我找着聊是6.2，空腹时候哈，昨天没吃药。告诉你来来，哎呦我呦，哎呦我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找这个罪，休息找这个罪呀、啊！第9个吧得，9个不对，一个11个，7个，你多少？我7个，我多少？是7个不高？不高。对呀，我这都没吃药呢。至少10多个。哎呦我操！20了，太高了，血糖。就是刚才吃完饭就睡觉了哈。又给人铲雪。我可不是的，这人又来铲雪。这血糖真高。活动活动，哎呀妈！赶紧出去自个儿铲，这邻居又给铲雪来了，这个不好意思。我这没咋地，你看你这还高上了。我这血糖没事，我这个脑袋麻，这个是。车真便宜，修车。瞅着俺俩舅舅，中国传统咱别忘了我这辈儿上面什么人也没有了，你后头上面什么人没有？就两个舅舅，一个在陕西的宁夏，一个在大连开发区，这俩舅舅了。别犯什么顾忌，国内不是正月不用剪头吗？是不是把头剪了？过年了吗？不好说，又买这玩意儿，多少钱呢？这玩意儿？30那天我去上 Costco， 好像我30下不来这东西。这我要的，你没看？我妈要的，你没看吗？老难擦了这玩意儿。我乐意呀、啊，我要整点啥吧，就百般阻挠吧。哎呀，他买个锯，买个板子，买个斧子，说买啥就买啥。我厨房装点东西，搁那脏脏的，你瞅着。我买个灯。我那是鸡生蛋，蛋生鸡。你这是一次性投入，没有收入的东西。我有没有收入？我点的量，我做饭，我心里高兴。这玩意儿太难查，一双油老难查了，万一。我用你查吗？不用查呀，这玩意儿。为啥不能查呀、啊？为啥要查呢？我用你查呀、啊。不查谁查油？我买点啥吧，就定价跟我记。有啥就说。他买啥愿意买啥就买啥。那你们这身体就是还打不了油啊？看一下，要是不换，你打不了油，那玩意就麻烦。那给你清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到时候。你后面是不是还有个拖车啊？对，那拖车就修那拖车去了。那中国人原来修1000、2000、3000，这回这个大雷找了个外国人修的。800。550吧，大雷没啥税。咱自己600。这么便宜？真挺好的。你中国人修东西还挺贵的。中国修那是2018年、2019年都1200，搁那边一个修的，后边完了，今天大雷找一个这个修的。原来找一个有一个中国给修的收的小气泵，气泵头前这玩意儿咋了？一呲呲那玩意儿。对，那玩意儿就得修，也得有气泵嘛。对，气泵多少钱？300，老大一个。什么？一花多少钱？200。你们家干啥都能干。
那我也没啥干的。老多用车。合人民币一千块钱洗一回车。很多用车。你给我买一个，我给你300块钱，给我买一个。你自己去拉呗，我给你点油啊。我买打折的，1200打折1000块钱吧。那咋漏油了呢？就漏油，不知道咋回事。那天我加油，我寻思咋这么费呢？这辆我看油没，这辆我看没，沥青都整坏了，都漏沥青顶上了。我修那老外急眼了，跟我俩吵吵起来，那拿都不拆，就推外面去了，不给我修了，保修期没过。那投诉也没人管你这玩意儿。够了，那孩子愿意吃不啊？切几片，薄薄的切几片。行了吧？国内29找着了，可能是吧？国内今儿可不是29的了，29的早了，明天30的了。卖玉器来了，听着声就响。阿姨，我拿你个皮箱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大家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给你们拜个早年了。哎，好。今天猴哥就不说多伦多的疫情了，都过年了，每人都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告别我们的2020年。马上到2021年了，也祝福每个人都快乐健康。对，非常非常新年，这个疫情早点过去。对，今天猴哥头也剪了，因为国内还有两个舅舅，一个二舅，一个老舅。二舅在陕西的宁夏，老舅在大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。也祝我们猴哥的每一个网友们都健健康康、幸幸福福的啊！好，祝福大家这个牛年大吉大利，牛气冲天，牛气冲天。嗯，炒股都赶上大牛市。哎，惦记留那些言，我们也没一一的回复。哎，行。但是猴哥猴嫂也不掩饰别人多少粉丝，咱们这些粉丝足够了。你猴哥猴嫂，我们晚上睡不着觉去看，我们能回复你们。嗯。如果太多了呢，我们也回复不了。这样猴哥已经很知足，知足者常乐啊。哎哦